给他洗个澡，让他充分的和这一碗混为一体，超级豪华版猪脚螺蛳粉。来了吧，欢迎进入休息时间。今天吃的是豪华版螺蛳粉。这个现场吃更好吃。妹妹家的猪耳朵，这两样在一起，就是吃了这个不觉得它臭了，吃了它又不觉得它臭了。都跑都跑，吃着吃着还吃出炸鸡的感觉，而且还有点热了，怎么回事？嗯，煎蛋。给他洗个澡，让他充分的和这一碗混为一体。嗯，知道为什么吃这些还穿白衣服吗？白衣服才知道哪里弄到油了，哪里脏了要洗。你黑色衣服看不见，但它脏的还是脏的，换洗的时候也不知道重点洗哪，是不是这脏点？你别看这个猪爪吃着埋汰，它真的挺埋汰，它下的那个舌头太脏了啊，太埋汰了。第一次吃螺蛳粉把相机吃到没电，哎呀，爽了！这种白衣服上面弄到的这个油怎么办？马上把这些油点上面涂点洗洁精，过一会儿一搓一搓一搓，然后用清水一冲就可以了，没了。我经常干的。哎呀，感觉吃撑了，今天怎么回事？也没吃什么。